关了。刷塔这次没有错吧？这次多出来的、啊，要练等的吗？やるな。どうかしたの？那我们先回去，然后我们把成员换成主力成员看看，因为这两个想说拉出来练，把成员换掉。把斯利卡跟刃交换，把亚跟 Gizmail 交换，然后看一下大家的等级。那这才是等级最高的组合。我觉得用那个用锤好像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锤还蛮稳定的，而且范围威胁比较多，要拉人也比较快一点。把他们把锤再往上做。リズベット進化させるのね。对，然后你身上最满了，对，都要九了。进化させるのね。除非我可以进化这一把，不然当然上不去。ありがとう。我手边最强的，最强的，回了。这叫换武器。進化させるのね。強化するのね。飞甲坐上去看看。うまくいったわ。うまくいったわ。うまくいったわ。那鞋子，现在穿最爽了。是加血，要牺牲200 HP 来换这双吗？
感觉应该要做命运人偶哎，把血量撑上来就有攻击。加剑技伤害的装备类型吗？我的血量好像已经到上限了。没有没有，还可以再多一万，多一万出来。找快点到钢普拉了。Thank you.
七八有这么亮眼吗？没有吗？没什么注意耶。他好像有加灯吧，我来猜。换装备再挑战一次。啊，来。攻击自由，而且自由一直人气都很高啊。好难练，好不好？哦，这速发。
靠，多少血？啊，快打完了，快打，就最后一条了，快帮我拉起来，快，快！啊！啊！他剩最后一点点而已，就剩最后一点点。我只要再敲掉一条 SP 条，应该就可以，应该就可以。啊，差一点点而已。看一下要怎么样点那个，他太大招了之后往后退吗？因为我已经懒得研究他的招式是什么了，我不需要往后退了。主要是我如果要操作往后退这件事情会断 SSC， 伤害就拉不上来。我没有让黑肉妹出去啊，让黑肉妹死掉。因为我现在这边有点卡关，然后就是如果只用一个只用一个一叉技能，就是去放 buff 会不够，所以刚刚是放了三个技能的 buff， 就是除了原本在用的锤子用的之外，又切了双手剑，吃几个 buff， 然后再切到就是幻影推幻那个什么。再去切感受推进，就差很多啊！差一点点就过了。其实有个问题是什么？大水饺，大水饺还行啊，但我还是觉得煮的或煎的比较好吃。我们不是双人，为什么要练锤吗？要练别的武器啊！你所有的武器全部练到500熟练度之后，我会送你一把传说武器啊！我在想要不要吃点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我觉得没有那么难，我觉得快要过了、啊，就是差那个一脚。其实我刚刚好像不应该拉人，我直接一路打到底就好了。我刚刚就趁他做一个人还在撑的时候。把 SP 拉满，然后一路卡到底，他可能就会死掉。两个开起来，好。
开关拉错边。这样还对，阿姨拜拜，路上小心。看锅子什么？我都一次可以煮到十几个，锅子大小的问题吧。好，啊，
少用外乡人的玩法，把他卡在门后面。会被打到，等一下，谢谢。打到一下，五秒，これで決める、これで決める、いくぞ、これで決める、さあ、对啊，只能卡门了，那没办法，不知道怎么玩。你打到没招了。加进去。これで決める。さあ、行くぞ。さあ、行くぞ。さあ、これで決める。うん。喂喂喂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吓死了！回一下血。打完了。これで決める。哦，好痛苦哦。Thank you.
应该不是要我打那个吧？应该是在这一区找我要的东西。左右看一下。到了，在这边。弟弟葫芦火要死！哦天啊，终于找到了。Yeah, 谢谢你的 host， thank you for the hosting。啊、哦，好硬哦，超硬的。然后，哦，接下来就是这边了，要穿下去，底下开门。但在这之前，我要先吃东西，受不了了，好饿。